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我们去买菜去了，刚回来。今天晚上我爸要来我们家吃饭，给他准备了四菜一汤。那你给家里做吧，我现在去接他去，因为晚上想让他喝点，然后我们开车接他送他。我现在过去把他给接回来哈，昨晚不醉不归。你感觉到喝醉吗？我看见你了，我往边上靠一点。好。这有点溜冷了吧？这个堵车，路上可堵。这个礼拜五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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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对。走。留一朵。哎呀。看谁来了。来吧。嗯。做饭是吧？别做了。哎，你家老爷呢？行了。看老爷给你拿一下。什么？就是说你这变得漂亮，你妈妈给你变的吗？要是给我变的。咦，要是怪好。准备的咋样嘞？行吧。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马上去了。准备好了，时间。嗯，超市。我这手都没掂过锅了。是的。蒜头炒肉。干锅花菜。油焖大虾。清蒸鲈鱼。哎，还煮这些菜，你吃不完都。咱爸来视察情况来了。对对，今天能吃。有几个菜？四个菜。再打个汤就行了。对，打打个汤。行了，汤不打了。马上都好了。对，不打了，马上。马上都好了。马上好了。打个汤。你先坐那一会儿。吃不完。你先坐那一会儿。就剩一个汤。对。最后一道汤，米酒小丸子，主食，羊肉包子。我给你倒一个，吃吧。就为是特意陪你喝嘞，这瓶酒也好长时间了，对，没舍得喝了。晚上少喝点，别行了。喝一杯。行了，倒一杯，喝了再倒也行。下手了呢，下手了。吃吧，吃了吸收。嗯。呀。你喝不？我不喝，我喝啥？你啤酒吧喝。我不喝。尝尝菜吧。要留一个，给我倒个大虾。嗯，行了。小心有刺儿啊！慢慢剥，不是。啊。那你要都去，我住不下嘞。女的大头目，男一间，女的一间，一共四间。住下了，而且是五间，而且是地暖，直接地上都能睡。对，五间。被子不够了，带被子。对。带被子。自己带着被子。带被子那个床板。不在这中间能做成。嗯。你撒娃娃挺。对，撒娃娃可以睡好几个嘞。嗯，够住了，是吧？越这样挤住越热闹。也睡不睡？想喝酒喝酒，想喝咖啡喝咖啡，想唱歌唱歌。唱歌他都不睡觉了。